请摇篮，请。等一下是六比八。这里有人吗？好 ，A、B、B OK 了吗？有啦，叫周丽呀。B OK 了哈 ，C、B。一场地，一场地，一场地。好，一场地。好，紧张蓝旗放下哈。那我们下午第一场的比赛时间正式开始。因为他刚刚进去的时候，他已经颠倒了。一开始会两次。他们有节省时间嘛？那选手进场以后就 OK 了。如果各场地裁判发现哦，早上踩的那些石灰粉有一些已经磨骨了，哦，随时都可以去补。把它排除会干扰。还是要在那边焊掉的。哎呦！看不出来，真是不错，加油！太差了，对，觉得掉点球很大。喂，这出来在干嘛？很漂亮，好像，我是垃圾。你讲的比较近，对啊，你讲的。我叫我正当垃圾，看来是烂队吧？就很难打的，他打的。都是我打的，哦，我打的比较。我们这有时候他给我们不错啊，太小了，力量不够。歪掉，歪的好严重。不行了，啊，你来歪一下。我们赢了，就只有我们三只有。没有，第一场是我们赢的，因为其他一定会错。我去拿了全力去。没有，我觉得应该是怎么那个场地都会，那场地都会往那边偏土土品呢？都难的多。怎么样？一刚开始。想要跟郑哥先说。好，我亚奇。没有啊，他来刚刚好。边拍戏，一直拍戏。这个帅气。哦，那我眼睛在干嘛？他走歪了。他打一局就走。小二打一局啊。四分钟。我感觉教练很可怜，又不可怜。两分。教练在那里干黑呀。得两分的，盖十分，十五分的，那你这场没有上去了？他跟吴雅一样。哦。得两分的。得两分的。老师。会觉得怪气，真的是我丢。哎。对了，是吗？我操！你刚刚又在那个冲哪？这不是我应该丢到最。还有，你刚刚下午还有几个？两个。我听到了一句，打的。还有下午还有别的。哎呦，别的，别的是什么？不是，我们在讲饮料。别的饮料。我们在讲饮料。哦。可是，跟肖老师说要更的要给我们。那边有红旗，社会都会。冬天比较高。冬天比较高。对啊。场地。啊，会 A 到 B 的。哎，我怕真的这个会顺势，不就刚好 A 到 B。我们还是往他的店。没有，另外一边。有，我们也。另外一场。也是跟老，另外一场。电脑来一碗。老师都说好了，轮流玩。还要不客气，他在干嘛？老师说要给我们啊。你再回去看看吗？啊，没带。哦，在这边比较好看。不要了，不然你当中间就好。对啊。现在不仅是红色。老师你干嘛？来。你要被老师的贿赂所说。太远了，看不到。你要被我贿赂所说。人家看得很模糊。我没带，你有东西。然后点钥匙。我也没点药水啊，我有点，我没点，因为那只是消除疲劳才点，消除疲劳，消除眼睛的那个疲劳才点。
那是消暑剂，眼睛度数，眼睛很大力，太大力，那是消暑度数呢。不是，是让你放松。哦，我的那个度数有时候上，有时候下。快点小心！不要跟我这么近的话，可能会生气。一只手要去打那个。我干嘛生气啊？我不说你啊。咋喝？你看，怎么？没你怎么？聊天太爽了。怎么？你牙疼。哎，那个好色。想要去厕所打破。我们要打你。我们要打你。看牙疼，看牙疼。好，打你。红的话好像跟那个是那个水果，另外都偏对，下一棒是长棒，他都偏对，我打的比较好。皮亚文，皮亚文，你把白皮亚文，他那边比较高啊，都会玩过。哇，哎，我那些都倒闭了，不会玩过是那边啊？在玩，对啊，对，今天早上他们比我走的比较低分。好，我们都没有。我们是红色吗？刚刚我们红色，大家他又得一分了，加现在有三分了，三分了。我们毕业生都不能参加。啊，我也不能。同样的，请教练不要进入我们场地。哎，蓝色是零分了。太假了。什么东西？这个我已经被别人玩好几次。真的？那我怎么觉得我是放学每次都在玩的？看不到，如果他在草地撒那个白色的。